宝宝，我们给自己顶小四海啊，妥妥给自己顶小四海，飞机队一波，点自己吃小四海，走起！第一波队伍就是个大餐。行云楼的，我发现物理系死了。物理系应该真的死了，我擦，切了法系，啊，切了物理系没关系，龙宫起，龙宫秒了，顶凶残。武装这金的吧，金掉，金掉咱。地府就放下屠刀啊，给他们一顿放下，大浪出个宝宝，我们宝宝继续顶顶波血。龙宫继续秒，对了，宝贝要飞了。大浪出宝宝啊，武装这金掉，地府就放下屠刀，龙宫群，龙宫群，大浪出个宝宝，快快快！啊，我们宝宝主要清那边的，主要清那边的二号宝宝、四号宝宝啊，二号宝宝和四号宝宝，大浪可以拉个神吗？有人给大他顶药吗？啊，没顶，你武装顶吧。对面那个地府可能还是个利的，乱！我操！我操！龙宫死了，日狗了，强拉就好了。他妈的！地府把我拉人了，地府把我拉起来秒。啊，这样倒不是，地府的宝宝拉起龙宫，龙宫这群了，武装套这边的和尚，把他和尚套了，不让和尚加血，龙宫群起来群啊！我破血把三号干了吧。行。地府人可以起个盾，把盾起一个。宝宝可以顶自己吃小四海，小四海吃一吃。我操，随风。去他妹的个腿，能神一个不？你还是没他们速度快，有神妈都没他们速度快，这一堆人他妈的疯了，加了好多好多速的优势。地府宝宝继续点着墙拉秒啊！点着墙拉起来秒，大浪出宝宝，宝宝输出来。武装的话，你套对面的和尚继续套吧，就套的和尚。
十万秒对面的宝宝都飞干净了，对面可能只是换虚弥了都。我操，什么鬼啊这是啊！东方一个人死。飞宝宝，我操！再不飞，问题来了。可以，你有大是吧？你有大的话，你地府挪一个好不好？我亲亲你挪。二郎，你亲宝宝好不好？宝宝继续亲。高手宝可以顶顶小四海啊，武装继续套吧，继续套发泄型。行，还是套和尚。我操的日的狗了，这是那和尚还不中。你强拉法系了没？地府强拉法系了没？啊，拉不起来了，我操！拉不起来，这把有无限地狱。武装别死就好。我操，大唐死了，日了狗了这是啊！大唐死了，一失血挂着了。对面下一波还是一波续迷，可以跑了一只，还有个龙宫大唐扛住。我拉你大唐地府毒一口，大唐你只要把对面那个就是只要把对面逆地府要不扫了吧，好吧，把对面逆地府扫了吧，武装这把套对面龙宫。武装这把出好包算了，好吧，出好包，出好包，出个高速好包，快点出个高速隐身的。我拉大行，大行直接把那地府扫了啊！对面的猜我扫不扫？好吧，猜我扫不扫？扫掉地府毒一口，快点！这把别管龙宫了。我要套一下龙宫还是出宝宝？随便你，你出好包吧，快快！来不及了，这波只要拉起来暴雪，对面地府应该死了，只要大行扫得出去就行了。暴雪3000，1500日狗了这是啊，地府毒，对面他妈六大无量打过来打残了，我操了，没暴雪这，压力有点大，你贴自己了吗？啊，没打到大行，可以了，刚好出了高手不？我操，武装死了，这搞机子啊！哎，别大唐贴，我操！够狠少不啊？够狠少。地府啊，拉龙宫啊，龙宫出好不好？我操的破我他妈还神我，日你妹的！我拉起武装顶个大劲，他妈的也扛不住啊，这是。地府宝宝拉龙宫啊，龙宫错吧，大唐宝宝你顶血好吧，顶血，我拉武装给你顶个大金吧，说不定扛得住，有七门五星力，妈了个波，扛了，拉起来暴雪就行了，我血量很低了，我好像碰破人了，你只要能出手就行了，1500，不行出不了手，你法宝带的是对的吧，你武装套的好水，今天一把不中。封中两把我们压力缓住了，一把没封中，你出去看看，不行扛不住，对面他们俩飞机了，大唐要死了，哎呦我操了，扛得住不？扛不住，还续迷了，扛不住，
恢复都恢复不过来了，还丢武魂，我操！他们引弓之能那么高，他妈两下没秒死。要不把龙宫强拉起来就好了。他是带那个定风珠吧？带定风珠没有七宝啊？你七宝太少了。龙宫拿撤了吧，撤了吧，第一场撤。第一场当了个土，他妈的。第一场撤，第一场撤，操蛋的。对面也被放下了，伤害也不是很足了。那立地把他妈一个破去把龙三摁死了，妈那把害伤了。龙三没出手，强拉那把强拉牛逼了，那把强拉对面的宝宝早飞了。再来。怎么这个比 NPC 还说话的这个？我还以为谁在看电视。看毛线 ，NPC 说话的。手发筒看一下，手发筒。我操！四工队，你武装上了骑着起盾，大团起盾，七把盾，地府七眼龙宫秒啊！地府七眼龙宫秒，宝宝顶自己吃小石还吃一波，一堆石头你。他们要先起盾就牛逼了，要速度快。化身四攻，引攻对面速度快，可以先起盾，对面懵逼了。三只引攻，两只虚弥。好，龙三别死了，我日了！以后这种队伍，我直接不就套一个大唐，直接扫一个，直接弄死他俩就行了。如果人家鸟阵呢？怎么弄死两个了？鸟阵那就不等点上了。我这咱们，我感觉咱们的速度，这个大唐的应届应该比他们强，直接就点。扛住一波一样的，下巴点水死水了。操，我加小赛的宝宝没加上，你宝宝小赛顶了没？我操，这两个宝宝顶小赛了，来个魔王。你妈个波，这还爆一个！喂，可以了，小赛顶上了。你武装出好吧，大能出好吧，地府毒一口，我挪一个。我擦！地府波拉龙宫起了这秒啊！地府波拉龙宫起了秒，我挪一个，武装出好吧，大能出好吧。大浪你出神马都可以随便出，我挪一个，小赛两个宝宝全部顶小赛啊，一个顶小赛，一个拉人回来。牛批的，直接换续迷。
好，没上灵动，隔壁。第一伏波继续强了，继续强，老马前的秒，把对面最下面那个侍从给干了，好吧？樊天意，好吧？樊天意最下面的干了吧？你武装套对面的队长去，好吧？把队长套了。龙宫宝宝强，那个就是初期的宝宝强了，拉起来秒啊，秒就行，秒就行。点最下面那个啊，樊天意扫掉。物理艺术，这场应该赢了。套和尚吧，收工了。因为和尚是没一吗？这是套和尚，套和尚。那个大汉宝宝给龙山顶个大劲，我这波先出宝宝了，好吧？你给龙山顶个大劲吧。地府没什么事根可以驱散，对面试一试，把他虎头怪或掉放下行。宝宝强拉啊，继续强拉，拉起来就是一顿群。那个魔王感知是，感觉是带感知了。好极啊，凶的杀人力皮。龙宫宝宝自己拉吧，龙宫宝宝自己拉，我们把对面那个魔王折操了，好吧，把魔王折操算了吧，大拿折扫，扫魔王，扫魔王，龙宫拉下来群秒就行了啊，自己拉，拉下来群秒，地府丢个小锁，对面最上面那个联姻，弄了他，弄了他，和尚加不上血，对面没宝宝顶血，对面这波没了。买一送一，继续套和尚吧，结束。龙宫点自己强拉啊，点自己强拉一下，我给你挂灯，点的真死了。套和尚，
这武装今天封的有点问题啊，他妈的怎么这就要水了，我操。佛法无边，按错技能了吧兄弟。佛法无边加血增加30%。改了吗？佛法无边，我看看。对，改了。哎，我操！怎么还是被压死了吗？我操！还要飞机，日了狗了！我操！3000啊！哎，你妈差点死了。还好武装自己给自己顶血吧，大唐宝宝给龙山顶个大劲，我拉起来给龙山顶个大劲。地府萧霜给对面那个梵天一挂吧，武装继续套套和尚，把和尚给他套死。你给他挂小死亡啊，那个梵天一不要金金君，风中就没问题了，和尚中封印他特技都出不来。2000啊，头上有灯，再见。事后你拉起来的这把伤害真他妈的高。别说骑个眼套宝宝，武装继续顶个大劲啊！出宝宝好吧，出宝宝，大浪你出个宝宝，稳的龙宫秒了是吧？对面人起不来了，龙宫压死了。我上把刚笑他了，他愤怒肯定也不够。随便的吧，我给那边的普陀给个破甲术，你给他扫了吧，这个兄弟们，我给他个破甲术，地府丢个摄魂吧，把他扫了吧。谁给我丢大金啊？那个武装的宝宝可以丢，武装的宝宝能给你丢大金的。金脉都不改一下，这个侍从你他妈逗我的，加油站了这是，给我们地府加血了这是。随便了吧，结束了。第一波如果打点杀的话，其实还是怎么讲呢？对面侍从你肯定是要飞机了。如果你第一波打点杀，对面侍从还是要飞机。如果第一波封不上的话，武装只能起不来，武装可能死了。就是很赌第一手封印中不中，如果第一手封印不中我们可能就炸了，如果第一手封印中我们可能就直接秒赢，但其实十回合问题也不是很大，两边的差距吧。
啊，对面三个飞机肯定是要飞的，魔王肯定是要秒的。九番其实还好，对面力劈有点凶，那个四号波开上一个杀人力劈，很凶残。大浪点实力说吧，对面可能拉起来还要一把飞机。第一手防御是没有任何意义的，防御还不如上盾，防御是没有任何意义，必须要输出。你防第二回加血，第三回又要防，第四回加血，第五回又要防，你形成一个恶性循环，那是不行的。我第一手的话，第一手必须要输出，我们不能被人一直压着打，必须要反击，一定要反击，反击才有希望。放心，他马上又会生龙活虎。这个老头你别说话了好不好，这个老头，这老头还给我讲句话，我操了。首发送看一下啊，首发送看好，首发宝宝买药啊，买药啊，快首发送看好了，首发送房间红马哥，不要把人踹出去了，好吧？房间的红马哥们，不要把人踹出去了。如果说有人说话说得很过分的话，给他文字封一下就行了。另外，兄弟们有通用票的话，给李文哥帮把票轮一轮，好吧，兄弟们，帮把通用人气票轮一波，谢谢了。跪求通用人气票，通用人气票，跪求通用人气票，谢谢。第五先起波眼，五端的话直接去套对面的那个，就是对面一叔他妈牛村，你五装起个盾算了，好吧？五装起个盾，龙宫群一把，龙宫群把大盾起野兽啊，把野兽起野兽，第五起眼。宝宝们清一号，快点清一清一，武装起盾了，免得对面是虚弥的两个二龙系数典礼武装的这个大浪把野兽起着，宝宝干一千数，可以起盾，对面两个二龙系数点我们武装是吧，点不了，对面一数，对面应该是全虚弥，地雷引攻一只，我操，西城老街什么情况啊，武装出个宝宝大呢，岂不干将，四号虚弥我们力劈砍四， OK， 砍四砍四号，把四号砍了，金还是罗啊，不过出宝宝什么都不干，出宝宝有大地府罗可以，地府罗地府罗力劈砍四号宠啊，大唐把干将起着，起干将，小守望这把要准，把对面的法西斯操了，好吧，晴天大魔神，好吧，龙山这操了，操龙山，龙宫龙腾把龙山操了，武装清风望月，点龙山清风望月，我进清，
也龙山清风月啊。把龙山点了、啊、魔擎天大魔神龙山，龙山龙死地府硝霜挂中没事，你笑我是吧，笑我的话武装清风王月。哎，点子套，哇操，这他妈就赖皮了，地府中无魂的，哇是牛逼牛逼牛逼翻翻牛逼。群秒吧，哇操，群一波群一波，我还可以进清，你还可以进清是吧，哇操，等等大狼血量有大有宝宝顶血是吧，我那宝宝可以点，关键对面的武装是个卡风，来吧赌盾的武装封不中，继续点龙山好吧，擎天大魔神继续点继续点，进清进清，地府硝霜挂龙山了，把龙山挂了啊，硝霜龙宫继续龙腾，晴天大魔神破血点敢不敢，别别别，很少很少，破血点真不敢，而且他们血量不满他肯定要顶血的，你要知道点不死我们这波罗汉没了我们就彻底局了，而且我们龙山可能被套了你知道吧，我们龙山可能会被套了啊，可以哇，大量血量还不够啊，要把我顶血，我日你妈地府没出手，我操，那边点我们没点死，爆一个一万，地府的宝宝开封印了，地府的宝宝开封印，武装的宝宝给大堂顶纳金，我出个宝先，是我们龙宫快还是他们魔王快啊，好像他们魔王慢是吧，我操死了，妈的抢拉了，地府的宝宝，地府的宝宝拉人武装自己开吧，好吧，我不把人拉起来出宝宝，武装自己开，我出个宝宝先，哇操，不拉我干什么啊，这把拉得干什么啊，啊算了吧，你说不拉就不拉吧，随便，龙宫群吧群吧，武装自己开了，封印开开，啊、对面怎么这么喜欢控地府啊，我操，妈的小爽中对面的小爽进去了，这比武装封的是够鸡巴准的，哎我这不够罗汉他妈没出，我操，嗯，不用拉人，不用拉人。我操！这鸡巴呀，被压得好惨了，这是。百分百被笑了，我百分百被笑了，我操了。嗯，我宝宝拉大行好吧，大能说好吧，地府起毒吧好吧，龙宫你起个塔，宝宝自己开。龙宫起个塔，宝宝自己开。武装你起个盾吧好吧，起个盾扛不住了这一波。行不？起盾起盾，把盾起着。没啥了没，他死了，压不上血是吧，正常，我上波出罗汉牛逼了，妈的，
魔王现在有伤害啊，我操，现在真的有伤害啊，这是。公宝宝压死，妈的，这一堆宝宝他妈太烦了，这堆宝宝。我拉地府拉大行拉起来一刀长驱把这边龙三戳了，好吧？武装你套吧，把这边的龙五套一个轻轻给他套了，好吧？那个轻轻给他套了。对面要封上我，这波我们就彻底炸了。这龙宝宝伤害贼鸡巴高，我操了！套进去一个，可以。这波对面只有一个魔王秒了，暴雪，可以2200，秒过来死不掉吧？这血量，压死我操，压死，可以，秒不出来，别抢了，操你大爷的，别抢了。我们大行出不了手啊，真牛逼，我操，强了。你武装人拉起大行好吧，武装人拉起大行，法系里起个盾，宝宝自己开封印，宝宝我们这波顶顶血，武装人拉大行，大行出好吧，我罗啊，这波我罗地府毒一口，这波我好像还能觉得再抢救一下这个。别操，这波套子完了，罗汉出不来，炸锅。可以金青是吧，出不了手，关键是妈的出不了手，算了，撤了吧，再来吧，这鸡巴队友秒的太他妈狠了，我操了，秒的实在太狠了。那波小爽中的还真是有希望了，小爽没中太伤了，对面拉起来就是去秒了。主要那波地府中无魂的，也不是小爽没中啊，地府中无魂的，他妈的太烦了，地府中无魂撤了，撤，打不过。地府不中无魂的，他们魔王小爽倒的话，真的是很有希望。再找机会点死他们，旅游村就赢了，妈的，那宝宝伤害很高，一顿连击的赖公宝宝。这一把凶子队伍好狠的，秒的还是有旅游村有医术，他们妈的，他们要是没有医术让他们试一试。放心，他马上又会生龙活虎。上车，没卡了，变卡。放心，他马上又会生龙活虎。他妈的，前三场两场败战绩，赢一场输两场，好了吗？你们，我报名了啊。首发宠看一下，首发宠
首发总看好，首发。武装那边带着赖旭啊，开场带个赖旭。我们是倒土机，他妈的！怎么这么尴尬了？这是。应该是马上切，我操，变成叶洛萨卡片，征战家族的成都府，成都府是的，对面大当骑的带的神马应该是物理艺术，你大当要不开场直接防御吧算了，好吧，直接防御吧，老曹你套盾的法器，武装号套盾的法器，把他法器套了，地府丢个放下屠刀，快点，地府丢放下龙宫起光辉，给我们大当起波光辉，应该是上了点杀的队伍，宝宝清一算了，好不好，把一号弄了，最美是你，快快快，对面带神马变右杀应该是上了点杀了，龙山进去差水风，我们有医术，我们有物理医术，有辅助医术，你大大防了没，包防御牛逼，你们哎呀，这大大没动，这大大防了，大哥大唐让你懵逼了，放下防御，这他妈少了死老子不信了，哇武装继续套法器，好吧，套法器，地府起波眼吧，龙宫群起来啊，宝宝干一号，把一号宝宝干了，干一号宝宝，宝宝干干二吧，好吧，赶直播干二吧，把引弓拍了吧，那个是个引弓，抢抢速度吧，下滑抢，这一会不着急，我们本来就有风息一术。对面为了杀得快，应该是你地府再光辉，好吧，地府光辉老巢 OK， 地府光辉老巢，老巢只起个盾吧，盾起一个，地府光辉老巢，老巢起个盾，不够不够的话，老巢起个盾，你地府看着办，爪子抓吧，好吧，把对面大唐抓一把，快点抓住，抓把对面大唐抓一把，抢输的优势去，把他神马给他清，神马不会快了，人还在不，我操，死定了，这他妈的，对面最对面出宝宝了，还好对面出宝宝了，差了个大爷，这是盾直接没了，爪子地府继续爪子抓了，继续抓继续抓，我拉起来，
我拉起了给自己顶个大筋，龙山错罗，武装再起个盾吧，我盾孩子起一个，起个盾。地府的窝开封印了，地府的宝宝开武装的封印，把武装封印开了。地府人去爪子抓，龙宫错宝宝，大人给自己顶个大筋，快点。OK， 稳妥稳妥。拉不起来，我操！这龙山，龙山没光辉啊！跳了普陀，普陀跳了没有用啊！主要对面大唐少关了，对面大唐血量不够，可以的，大唐血量不够没扫出来。武装直套盾的武装吧，好吧，把盾的武装先套了。地府爪子继续抓，我宝宝自己开。我把龙宫小爽解了吧。我操，我宝宝跳了，谁给我，别以为你宝宝开我，你宝宝开我封印，我宝宝跳了，别解龙宫小爽封印，他们不会点的。进行小武装，可以。牛人全没有用。他留用了物理系，他抢物理树的优势，他神马效果马上没了。你武装丢灵智啊，把对面的大唐先灵智了。虐。好，我们把他三号干了吧，一个法方无微不至了，宝宝。OK， 丢灵智。我拉你大唐起来，你大唐起个盾，等等，对面有手抓你，地府的不拉好吧，地府的不把大唐拉起来，大唐起个干将都行。OK， 地府的不拉大唐，大唐起干将，快点，起一起。武装丢灵智处，把他们大唐灵智了啊，地府人可以爪子继续抓，把他们抓下去，就怼着他无限抓。觉得他输的还有理快吗？应该没理快了吧？抓了三把，没有神马。应该，对面还有手抓。啊、嗯！龙宫宝宝好像不够配速吧？龙宫宝宝能配大行吗？能吗？你给大唐顶个大筋，好吧，大唐出个宝宝先。对面还有手抓，我们这波扫不出来。武装继续套盾的武装，把他武装套。地府爪子继续抓，抓对面的真战天下，把真战天下抓掉，抓。大唐出宝宝啊！有千年的话，你们可以给他顶顶千年，好吧，千年顶一个。这是打过去了，我去，大唐要死，我们大唐，我们大唐要消失亡死啊！对面可能点我们，进武装，可以。啊，还好是抓了没点，点的话我去不好整了。给这宝宝不让这宝宝顶血，也是高端的这个。绿，操！还是不知道树的优势谁快谁慢。地府爪子继续啊，别停了，不要停，我们就是有手封西一术，可以继续封。绿一个宝宝，可以了，我拉起大行啊，强拿了。你大人出宝宝好吧，出宝宝，我结算你。我操！我拉大行啊，我拉大行，龙宫的宝宝给大行领个大金。我拉，你结算，直接扫出去就行了。
小色盲。行行行，那把对面地打对面大堂子干了，好吧，把对面大堂子干了，征战天下把大堂子干了，快点。武装拉啊，武装拉我直接算。地府消窗挂对面的物理系啊，物理系物理系，龙宫一个龙腾，把他队长点死啊，把他物理系点死。龙腾龙腾，我的哥啊，秒搞不死了，对面有盾了。我操，秒了是吧？点头像挂小爽。小爽挂了，小爽挂了，龙宫秒了。有干将是吧？能死不？我操！点支真武魂了！我操，龙宫，我去他大爷！我们物理速度快，但中武魂的这一波还好，龙宫是秒的，不亏不亏，确实不亏。对面又上了个混元闪，我操了！出我算了，好吧，出我吧，出我吧，地府爪子继续抓吧，好吧，抢速度优势，把他速度优势抢着。虐，我去，出我吧，好吧，龙棍出我吧，我不输出来。这一波武魂中的很烦了，这对面这波反点了，这个，对面这波是反点了，对面这波可能有特技了个逼。我点灯好吧，大能出好吧，宝宝输出来快点，地府爪子抓，龙棍出好吧。这把我们肯定会被反点，反点就被反点吧。这把我们需要扛住。今天太近了，就那宝宝都跳。近。我操！对面两个都有特技，应该特技挺多的。我操！点武装了，这他妈是我最不想看到的，点武装。武装没起，没有起，我操，完了，武装死了，武装没起光辉，一波光辉是给大行起了，歇两下吧，伤太高了，射到这空隙了，这波依然形成反点。龙三把他们龙三折操了啊！点龙三，点龙三，把龙三折操了。龙宫折龙腾，龙宫折龙腾，把龙三折操了啊！操龙三，把龙三操了。地府消窗挂，我瞬间水大行。这把破甲术没人了，大人给自己一个血啊！把龙三点了，快点，龙腾。填死就行。应该死了，完了住！我操啊，法甲还好死了，操你妹的这是！地府出好宝了，宝宝输出来，出点耐攻就好了啊！对面力皮有点多，对面五号是个耐蓄，一直没飞，出好宝啊！大汉宝宝顶顶小四海吧，小四海顶顶。龙宫，要不你起个塔吧，好吧，走个金青算了，起塔起塔，反正这秒秒不进去，你起塔吧，给那边送愤怒男的。对面那个五号宝宝一定要飞了，五号宝宝飞，我们这武装可能起不来。对面一个人敢空切，我操！破甲术扔了，铁柱行啊，对面是赖虚，啊牛逼，牛逼牛逼，死了，对面还是赖虚，我去。我们操作大神太多了，死不了。大浪破血把那五号宝宝破了，好吧，破血破五号宝宝，你神马给自顶个大金，我拉老巢 ，OK， 我拉老巢，
龙宫那边够轻轻走一个，不够轻轻继续秒吧，好吧，宝宝五号把那五号搞死，搞五号，搞五号，地府可以赌一口，走吧，长点血快点。五号博要破血破死啊，破不死的话他可能压我们尸体，2200应该压不住吧，这血量挺多的。没请刘云珏，我下边给你刘云珏，没事，我下边就给你刘云珏，他们只能抢到一活树的优势而已。你有神马了，你应该还有医术，这神马几回合了？我也不知道神马几回合，至少三回合了。这神马隐身都没了，算了吧，应该是没回合了。我操，别震，可以。下回合太强了，兄弟。你这把封中了没？封骨头封中了没？封中了 OK 了。哥，你这把是干嘛的？他应该偷酒。没有，没偷酒。偷酒有个屁用，套人要套人才有用。这把套中武装，下把套中普陀，牛逼了。中，套普陀。好普陀，好普陀，把他普陀号出去。我不按你大汉就行了，我不按你大汉冒用，我给你起刘云珏吧，我给你起刘云珏，你神马给自己继续顶个纳金 OK， 你神马给自己顶个纳金，我给你先起刘云珏，龙宫秒起来。地府要不你爪子继续抓这么大的树流是好吧，免得被回树的回上去了。我给你吃个，我操，我没带回树蓝药，你们谁有回树蓝药给大汉吃一个，快扣个一 OK OK， 龙宫毛不吃，快吃个回树蓝药，我能不能套中普通他们拉不起来就 OK 了，他们这波点不了。金，牛逼！那地府金的也没什么卵用，无所谓金不金了。你血量顶满了吧？差不多是满的，这个药有药性，我有医术，有医术，有医术。对面没有耐虚了，再贴一下死不掉。哎哎，还你妈个博啊，能出这种事情、啊、没事啊，稳得住，稳得住、啊、我们场上有耐虚吗？谁的宝宝是耐虚？有耐虚吗？你武装套盾的武装好吧，武装套盾的武装，地府给人们大浪上个小死亡，直接抗龙抗了哈，把大浪抗了，快点，龙宫直接抗龙抗了哈，我把全跟上，把大浪拍死啊，快点，武装套武装，俊，我操，别套中我，上塔可以。小爽要中，我操，尴尬的一批，爆死了，没爆，妈的，小爽没中，我操了这一波。武装继续套武装吧，好吧，把武装继续套起。我们很多把没灵动呢，我们很多把没灵动，这把也上不来，这把我上了吧，上了上了上了。地府没什么干，起个眼吧，要不起个眼，起个眼，对面这波肯定恢复的过来的，没辙。小爽没中，大爽中了宝宝了。下火我拉人，这把我上灵动，下把拉人刚好。好，对面这把他妈有个龙宫抗龙点我们武装那个机会。我操，又水风，他妈今天什么鬼这是啊，操，下宝我他妈能不能出手是个问题了，我操，果断就是，我操，对面他妈一点都不含糊，我操，龙宫拉起来抗龙，长驱抗龙的，我操，我们武装死了，你妈个不一刀七千什么鬼，丢的放下了呀，抗龙了，对面，对面百分百龙腾了，我操！
我老大行，你大能出好不？我看龙宫继续描写。地府要不你够萝卜啊？够萝七个萝，够不够？不够，不够的话，你给对面龙山上个小死亡吧，好吧？给龙山上个小死亡。把龙山拍一下，好吧？把他们龙宫拍一下，对面不死我们难受了。对面普陀这波应该挂灯了，他们有一个宝宝告诉我领血，我不是，我们龙宫秒不出去。你大量长驱了吗？长驱的话，这波他死了，还是出宝宝了？我没有长驱啊。没有啊，刚驱过了，刚他妈压了一波，对面龙宫没拉起来。啊，小爽也没中，我操啊，这是啊，这他妈太难受了，小爽一个都不中。大唐还被秒死了，龙宫我没秒出去，秒出去对面他妈死一片，对面大唐一丝血，对面全他妈是一丝血。武装还是被封杀的，小爽还是会。要不要？赌一把空切是吧？我拉你也是吧？对面，行吧，小爽继续挂对面龙宫好吧？继续挂对面龙宫，小爽挂龙宫。嗯，地府我龙宫你上塔算了好吧？不要龙宫出手了好吧？龙宫你上塔，我宝宝开你，快点。龙宫你上塔、啊、我宝宝开你，大胆直接切龙山了、啊、地府挂小双挂龙山，把龙山挂了，这把赌他封不中，他要是封中我的话那GG了，封不中我，他妈的封不中我，封不中我，可以啊，机会来了，哇操，华山的钥匙180平的，你未必扫得出来，扫得出来，是要的宝宝是吧？小爽又不中，这他妈我们这，对面龙宫应该不会强拉的，五号宝宝是归宿续迷，龙宫秒五号宝宝，五号宝宝行了，你大唐给自己强吃五龙丹算了好吧，就强吃五龙丹吧，强吃五龙丹，我拉武装，武装起了起个盾，武装起了起个盾了，我宝宝开你啊，说不定能开开，对面封不中我好吧，封不中我，封不中我，妈的封中我狙了，我操了，别封中我，武装要不你套人吧好吧，你套人套人，妈了个波了，我接力了，你套人点龙山套，把龙山可以套起来，他拉起来，他拉起来，你拉起来，我们拉起来，我们再把他套上了，来了，把套了武装罐，你要行吧，反正套就行，套那个他们套我们龙宫了，可以，那我们拉起来了，2200的血可以，连我普陀他没有抗龙这一波，我可能真死了，这比大量伤害有点高，哎呀我操，套龙宫这波我死不掉，他妈的套龙宫我确实死不了，那边还是续迷，刚好一个龙宫他妈出手了，我操了，我操，龙腾搞不死我，三十九，他没有灵动，我有灵动，我法防位置牛逼，我死不了，他抗龙抗不了，我们先套的是吧，我们先套龙宫，他们出不了手了，两龙戏足想双杀是吧，哥你想多了，想多想多，大浪你够长驱不？够不够？ Go go go！ 够长驱的话，小爽先把龙山先点了，好吧？把龙山先点了，大浪你宝宝解封龙山，龙山群，把龙山点了，把对面龙山点了啊！点龙山，点龙山，把对面龙山点了，快点！我们宝宝可以避雷击波，打下对面的五号虫都可以。那五号是个续迷的。我说吧，点灯是个状态灯，
单方状态的状态的。可以了，套普了，完美。2000，这雪灯挂的真他妈舒服。终于中了是吧？长驱说出去，我的哥，别中武魂。再见。我其实想说，我也上了一起。他没丢放下呀，无所谓了。他放了吧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没丢放下。确实没得放下。按他大堂，按他毛线大堂，再按武装了，给他武装扔个无字金，按他武装，把他武装按了，我金钱，按武装按武装，我金个机子，我操了，别管他大堂了，好吧，大堂有个屁用啊，别管他大堂了，你把他大堂子套了就行了，把他大堂子套了，嗯，给他扔无字金，无字金不能套。没事没事，给他扔无止境，我破亚速，大唐宝宝给自顶血，龙宫群秒就行，群群群，搞不死他们拉虚弥，武装啊，对面一速啊，点对面一速武装，他那个三号宝宝没五龙丹的兄弟啊，他吃了多少个五龙丹了？这大唐扫出去他就死了，解开，哎，他大唐这把畏畏缩缩的，他大唐这把，他武装没动，等死。龙宫是群的啦，群就行了啊，刚好是喊了你群 OK， 再掏大堂，他大堂畏畏缩缩，大堂还能干嘛，他大堂畏畏缩缩了啥，我操，这不牛逼，大堂自己给自己强吃五龙丹，防他们点了，我没五龙丹了，哪有那么多五龙丹呢，没那么多五龙丹了是吧，你地府摄魂的大堂跑吧，地府把他大堂摄魂了 OK， 摄魂的大堂给他减伤害，武装继续套盾的普陀吧，就套普陀得了，我套的话你要笑一下，我防止套不中啊，他是精清的，行，波兰没有用，大堂自己给自己顶大金就好了嘛，没顶，我觉得他 不会点火大，我也觉得他点不了你大堂了，他点不了，他不敢点杀了，我们武装明星要封他，没中，下把继续封他，好了，可以，这张打得非常有技术含量，那几波顶血太漂亮了，对面点我普陀没点死，他对面崩了，就是一波对面点杀失败，点杀失败崩盘，扫掉吧，中国好队友啊，中国好队友，是谁顶的血来着，地府顶了一个，地府顶了没，武装好像是顶了一个了，热这边肯定是顶了一个了，五号宝顶了一个，还有谁的宝顶了一个，给我普陀顶了一个，普陀没死，我宝宝是，我宝宝是开了武装，我宝宝顶了啊，龙宫宝宝顶的是吧，牛逼，手发送换一下，手发送这场主要对面是丢了速度优势，对面开场没有封息一速，只有物理一速，物理一速又被我们抢了。
他们确实很难受，他们是风系一出物理一出后就全丢了，然后一波点上失败彻底GG。队友是要配合主意识流的一个操作意识来选择性的进行操作，比方说我们这回主流意识做什么，然后队友要跟上意识，你明白不？其实每个人都要有这个操作的意识，每个人都要知道这个回合里面是做什么，就讲句道理说，每个人都是可以指挥的人，才能把一场 PK 打得好好的啊。这场我们确实打得很犀利，我们被点之后马上顺点，我们前几波硝霜没中，太伤了啊！硝霜没中，如果硝霜中的话会好打很多了啊！硝霜前期没中，有点伤。对面好像是飞机队，飞机队，飞机队。要不要直接封一个杀一个试试啊？来杀吧，好吧，你这封法系，封法系，把那个物理系直干，队长干了啊，把队长直干掉，大量直很少啊。硝霜直挂队长，把队长挂了。要赌空切，我只能丢破甲术，我丢破甲术的啊！注意了，我丢的破甲术没起灵动。也没起九番，这边是两狮驼一个魔王，这波你要封不上法系，我们这波很难受。对面两个狮驼是必出手的，老乡，晚安。你看这他妈的红狐的飘，我操，还红狐的这是啊！小爽也不中，大爽中一个呗，没有。对面拉起来第二波飞机，伤害凶了一逼了。龙宫绿宝宝，关键对面虎头位拉起来伤害要爆炸了，对面地府还可能是个立地府，完了，我们被反杀了。饿是上纸人好还是这个好？你看这他妈对面一个飞机起来，我们炸锅了。这他妈，地府里毒一口好吧，回点血，宝宝点自己吃小菜 ，OK， 小菜吃起来快点。龙宫的话，你继续秒吧，好吧，秒对面一号博，秒秒，宝宝点自己吃小菜，那个就是我宝宝拉人吧，金的是吧？金也行，金。我宝宝拉了，我宝宝拉了。希望他们有归宿，宝宝拉。输了，老铁，招十五段龙宫吧，不招。五千，这他妈怎么扛？没了。对面下巴还有一个飞机，还是一个飞机要去灭。哇塞，公宝宝好是武装的，起不来，再见再见，输了，重来吧。没啥，我们多试试打法嘛，是吧？多试试打法，那个打法行不通，撤了吧，撤了吧，点逃跑吧。对面这波又一个飞机加个去灭，我们封了，风系都没了，点跑点跑。
中队伍翻了翻看，第一回操作，第一回操作只要失误，不说失误吧，只要水风我们就狙了，基本上狙定了。如果小如果风中的话，小死亡中的话，打他们啊、嗯，那是直接赢的，对，直接赢了。风中小双中的是直接赢的，风不中小双不中那是直接输的。这个打法太看第一回操作了啊！第一回准备准太重要了，这个打稳点吧，这队伍其实还是有信心能赢的，打稳点。我不要七宝了，封不中了，不要七宝了。不要七宝了，我们一号人，一人。再点一下人呗。啊，再打这队伍就好了嘛，没事。放心，他马上又会生龙活虎。啊，在房间的小伙伴们，好吧，看一下你们的包裹的包，好吧，包裹的包看一下有没有通用人气票这东西，好吧，兄弟们，背包里面有没有通用人气票？跪求通用人气票，谢谢了。点一下你们包裹的包，好吧，看一下通用票有没有？今天晚上10:30左右，啊、给你们抽。如果是蓝马中白马中送个红马，如果是红马中则送上螃蟹，螃蟹的话是我们自己家的养的，好吧，有想法的兄弟帮我把那个通用票扔不好吧，兄弟们，跪求那个通用人气票啊，票票票，求票求票。风筝对面好像是国标，等等，是刘春的国标吗？武装的国标吗？不对，地府普陀。龙哥饶命你跑，那青宝宝七野兽武装水面套龙宫秒是防春是吧？随便缝吧。地府丢个放下，把那放下了。他说他跑，谢谢。那个不是盘丝无底洞就是地府吧？不知道是个啥。谢谢谢谢，太谢谢了，这个今天没赢几场，今天就赢场分。南阳府啊，南阳府的记一下，我追捕有点高怎么办？啊，一个都跑不掉，我追捕有点太高了。啊，跑掉一个，我们三个人则防吧。大狼跟龙宫出手就行了，大狼很少龙宫秒，先来防了吧。OK， 大胆很少龙宫秒，我先跑对面就跑完了，我先跑他妈对面就拿我们分了，我操，我们就没有分了。对面是我请的演员，谁按快点？
是卡出方寸。一万五，我操，牛逼！没卡了，变卡。他马上又会生火。变卡，变卡，没卡片了。这个衣服回去又该修了吧，还十年那就了，呕了。哥上次在官方那边解说是什么情况，是什么安排吧。上次在官方那边解说 PK 是怎么安排的，这个早上什么时候起来，你要去吗？不去。八点，我问一声，八点钟起来了，这么早。是在官方的地方吗？在那个就是网易大厦吗？还是在哪个地方？不在网易大厦，在那个啥，在那个跟耗子王子他们在一个工作室里啊。工作室里面是吧？那里面好多人，王子、耗子、冰冰、叨叨全在里面。然后一人一个电脑。一人一个电脑。早上八点钟到什么时候啊？你可别提了，一提我到现在心里还有点不舒服的。我去了之后解说的时候的王子他插不上嘴。武装起盾，好吧，起盾，武装把盾起着，大堂起个盾，大堂起个盾吧，好吧，盾起着，地府丢个放下土刀，对面是带了神马，大堂起盾算了，好吧，感觉不起盾也死了，起盾起盾，龙宫群一波，好吧，秒起，地府丢个放下啊，把放下人了，宝宝我们清了个神马，能清什么清个神马，宝宝能顶小四海，顶小四海。这波对面有点凶，对面他妈变得进阶卡片来打华山，有点没闹懂，带进阶卡片打华山，这是纯土豪，真的是纯土豪。我操，你套子套的啊，你起盾了大哥，你也得死了，对面两二龙戏珠你也死了，给我们大唐那个销售我们双杀了，我们被双杀了，放下还好，还好还好。我们龙公子起了光辉还是秒的，起光辉就好了。我操，他还先起野兽，二号赖虚，力劈砍二号宝宝。大唐先起个野兽，先把野兽了。龙宫要不这秒吧，好吧，地府七眼武装起个盾 ，OK， 这波起盾我起罗。宝宝，你们顶顶小菜可以顶顶小菜，力劈可以砍对面二号宝宝，来吧，我们力劈砍二号宝宝，地府起个野苗二号宝宝，地府起个野苗二号宝宝是了，光辉先不起了吧，对面是影宫，先宝宝先秒飞。
这场还好有树的优势。对，小守望打得好。老不死吧这，这他妈的破血。我们物理医术还没有。确实啊，对面神马，对面神马，对面神马忘记了。这应该点不死。再见。看那边的四号是不是虚名？四号是虚名 ，GVP 四号，不是虚名。你龙宫别惊吧，别惊别惊，感觉没必要。等罗汉没了再惊，好吧？这一波的话，只套对面的那个五哥哥，好吧？套五哥哥，把五哥哥套了。if 没什么事干，驱散吧，把他们灵动驱一波。大唐的话，起波干将，先把干将架起来，起干将，龙宫继续群，把他们引攻秒秒。我们干他们一号波，好吧？把这一号波干了。不着急，不着急。哎，武装又几把水风。对面打不进，对面着急了。这个石头人没有死过的伤害其实就一般，看见没？1700，就一般的伤害。你告诉我们点上对面谁扛得住？我操，没打着。对面四号的话不是个法宝，是宫宝宝。虚弥的没死，我操！大鹏有干将，骑了野兽。我他妈的破甲术差一点，愤怒怎么办？你套盾的普陀把那个就是五哥哥这点了，好吧？啊，点星星吧，好吧？点星星，点星星，快点，很少，把星星这点了。下面那个，下面那个。星星的法器，好吧？星星的法器点了。那个五哥哥有个小守望，我怕点不死。跳了吗？宝宝跳了吗？人别跳啊！宝宝跳了没关系，人别跳了。都跳了。你这找 F 键的，我去 F 键。啊，先他挪了。我们亏，我们很亏。小爽没中，我们很亏。放对面石头的飞啊，就放那石头的飞。龙宫下巴走进走了吧。地府下巴按快点，我开直按毒，快点按毒按毒，直接按毒，没事，快快点。龙宫按把金金金了啊。金了吧，金了吧，你金了吧，对面这把三攻出来，你金了吧，武装水平套快，没事，这把先金了。对面这把三，一个飞机两秒去秒，我们大唐可能扛不住。那宝宝是够配速了，比我速的还快。好，拉下来罗了，头上他妈还有灯，我操！武装下巴够罗不？够，罗了吧？我操，5000！还好骑了个法甲，我操，龙宫不会死的吧？没有灵动的。不金，你下回这回金你可能就出不了手了。那么你选的太低了。
第一步起毒回血，把手抓留着啊，起毒回血。武装出罗汉，没宝物我们全部出好不好？你有大是吧？别让武装罗，让武装罗，这把罗汉出了我们就死了。大浪出好不好？宝物全部出啊，龙骨眼出好不好啊？出好不好？出好不好？快点！大唐出好吧，龙宫出好吧，武装罗，地府起毒回血，宝宝的话顶顶血，地府的话顶顶血，顶顶血快。这我对面把你地府消掉，你罗出来，我们就全死了，我们得稳住。继续让武装的罗很稳的，你看见没？还好你没罗，罗就GG了，补了两口血，还不错。好，毒了一口，我操，好疼！我们应该又缓住了，大浪够破血不？应该100个破血吧，给只顶大金破血吧。小死亡挂快点啊，小死亡挂快一点。小爽挂快点，挂对面的星星，好吧，挂对面的星星。武装这套对面普通吧，防止波兰了。OK， 地府小爽挂，给自己纳金了，大金领好。挂星星了，把星星挂了啊！龙宫龙腾还是二龙，你看着办吧。套普陀不让他波兰，他是必死的应该。我操，好大个大金！小死亡要进去啊！哎呀，我操他妈了，这是啊！满血可能搞不死，可能真搞不死，因为那五号波伤害有点高。不行，对面的确我太多了，点不了，点不了。我们下巴稳住吧，好吧。地府下巴看够不够罗啊？够罗，说一声。那边四轮飞机飞的有点多，还有两秒去秒你了，你看够不够罗？够罗不啊？不够，不够，你继续起毒吧，回血好吧，毒回血。我大堂来吧。行，你大堂罗可以了。你等等，你大汉的折下巴罗就行了，好吧？你大汉下巴罗，等等罗汉没了再罗就行。地府肯定是会被笑掉了，但是大汉的话不会被笑掉。你大汉宝宝顶顶小四海，小四海顶中，宝宝全部顶小四海，顶小四海，小四海顶着，我这把灵动刷起来，地府起毒 ，OK， 起毒起毒。武装这把可以出个宝宝，没事出吧。宝宝先拿出来。对面的普通要破台技了，那也没办法，让他出啊，我们自己都他妈不得了了，你让他出吧，让他出吧。我们自己都炸锅了，只要我们点死一个人就好了，只要把人点死就好了。我们只要压得死人，压得死人就行，最多是我们自己 hold 不住。武装有人顶血没？血量好低，可以，他们扫秒了一个。我操！我出个宝宝，你大浪这罗汉，宝宝隐身，宝宝高速的都房子，好吧，下把对面飞机，宝宝这房子。OK， 高速宝宝这房子啊，大浪起罗。地府继续毒吧，好吧，找到我毒，毒血毒血。龙宫要不群吧，没事群吧。那边神马效果应该没了，我们应该先折罗了。我操，毒没毒出去。
那个五号宝宝还一直没死了，五号宝伤好高。宝宝能出手的摸下五号宝，好吧，把五号勉强摸一摸。提神，这宝宝很重要。没死，我操！你大娘要不起不干净，好吧，起干净。我们宝宝摸下五，这波扛住，武装继续套法器，把法器套一个。一五毒，找到王继续毒，快毒了毒。神马顶血啊，血水血力给水顶，顶血顶血，这宝宝这一失血只能赌神了。进，我操，那个法器没有中过，他妈的，放了好多把都没中。女宝宝3800，他妈这还是没有实力拉起来的伤害，我操，神啊，他妈的神两个，好不好？对面那个猫有愤怒咯，神，那个猫有愤怒，我知道。绿绿绿双绿，可以啊，很关键，这一波差点宝宝飞干净了，我操。龙腾一把，好吧，龙腾一把点杀，稳点稳点，扛不住下波我们就炸了。还是点那个星星，好吧，这把对面有毒，毒的话能加小爽风一命中率， OK， 点那个星星啊，最下面那个法系星星，他被破甲过了，很少龙腾干死。武装你这套盾的普陀吧，把他普陀耗了，我笑了个猫了。地府的愤怒别留着啊，地府的愤怒放着啊，一会起罗下波应该够罗了。我给武装顶血了，你打出去打出去，我给你顶血了。进小普陀，操，普陀这把都没中，小鼠王要中这把。地府出去看装备什么的坏了吗？这个大量重武魂了，拉倒吧。对面一堆武魂，一堆武魂的防点杀了，这波对面防点的防力是防的非常好。地府现在多少愤怒？看看多少愤怒？武装可以罗，武装可以罗，地府罗吧，地府罗，地府罗，地府罗很稳的。武装你这套吧，好吧。破零点了吧？啊！别点，他变身都没有点了，干嘛了？这个别出宝宝，出宝宝，你大胆出个宝宝，快点出宝宝，出宝宝，地府罗，地府罗，武装随便套一个，套盾的普陀去吧，把他普陀耗了。啊！四轮变身都没有，不理他，不理他，这才干净的第二回合而已。而且投射两个武魂，或许点杀了对面。那五号宝宝伤怎么这么高？我操！变身可以搞不死，他只是防点很少，他这波是防点杀。那个五号宝宝速度是比你快的，你可能扫不出去。等等，我们武装的宝宝有没有大蓝块？刚刚看了没？武装的宝宝有没有大蓝块？应该是比大蓝块的吧？872加的那个，应该可能不够，加的那个可能真不够。我操！你顶大金好吧，顶大金把斯托林
把不不不点点五个个好吧，点五个个，点五个个，顶大金顶大金很少，来吧来吧，地府烧双挂啊，你宝宝顶大金的啊，我人也顶大金的，放心，点那个五个个，把五个个点的快点，点五个个，你能顶上去，能扫得出去，放心，能扫能扫，就怕龙山的无魂解不开，这个无魂先解的是个摄魂，那么地府分的其实也够他妈的，这不那么地府我轻轻解开了吧。可以解开了，我操了，看宝宝速度够不够了，870加高敏，然后打速度天赋，扫不出去懵逼了，可以2100开刀，三刀操是对面全魔的，我操瞄的贼凶，这样我们就舒服很多了，我去下地府，你去套普陀。那小马吃了几个五毒丹吧？两三个了吧，吃了很多了。三个了，吃的有点多了，确实有点多了。还好我人也顶了一个，他妈差点烧不出去。龙宫群起来，套普陀。地府驱了吧，把那个法系灵动给他驱了，驱法系灵动。恶宝宝继续顶大金，大金顶着。我们摸二号宝宝吧，管那个三号宝宝干嘛了，神马没什么卵用了，感觉那神马。四号吧，四号宝宝牛逼得很。我拍二号宝宝了，没事。龙宫群，秒应该飞了。也顶多就是一波飞机了。我靠，这个比侍奉你伤害好虎啊，侍奉你没宝宝，你武装只要出只须弥吧，地府手抓把那侍奉你抓死算了，那侍奉你没了，扛住别死了，千万别死，你大唐破血直接亲宝宝好吧，把那四号宝破了吧，亲宝宝亲宝宝，努力亲宝宝，龙宫群武装出个续迷，地府手抓把四号你抓了，没秒到他，我操，不过那个普陀开不了了，那个开普陀的宝宝被秒了，是的，大唐这把被对面秒过来，扛得住不？这血量没抓死。爸爸听见，舒服的很。操，够长驱不？够。戳了师傅，你把他身子戳了吧。这时候要压死他了，给对面收了上小爽啊，长驱戳死，武装你给我笑了，把他地府笑了好吧，那个猫子把他猫子笑了吧，你把猫子笑掉， OK， 你笑猫你笑没有，地府小爽挂队长长驱植入一刀，同时龙宫群秒群就行，武装套适合你封杀他，啊，武装笑地府了，是了是了是了，没事，对的对的，没毛病，哟还反点杀兄弟，想啥了，顶攻，我操，这都没死啊，我们他妈出问题了，
我操，他也死不掉，关键是关键他还死不掉。啥鸡巴不说，我直接先挪了，归属我那人，归属我了，归属我了。我挪吧，我挪吧，我罗汉，我罗汉，你可以封一个，你可以把他普通封了，别让他拉起法器。啊，行。我操你个妹呀、啊，这是啊！你宝宝拉人了、啊，宝宝拉龙宫能金是吧？行，龙宫金，金掉，金掉。你们宝宝该顶大金，顶大金，大金顶好啊，血量顶好。这师傅你这样都没有死啊，什么鬼这是啊？怎么点的对面拉起来两抗龙引攻，我操武装千万别死啊，武装死了问题大了，二龙戏足还好，你们太相信自己伤害了吗？这是抗龙都不抗一个，瞧不起我们武装，这是这他妈你大人要不起个盾算了，好吧，起个盾，把盾起一个，武装的话套盾的法器，把他法器套了，让他自动的飞吧，让他飞，让他飞。其实你结算过，我可以去点一个。你血的六回合啊、我不想结算你，我想波兰下把灵动再出好不好？我地府起度好不好？回去回去，我们自己稳住，我们稳住稳赢的，我们稳住就行了，稳住稳住，稳住就是稳赢。进，你要是那个经脉，直接扫都没石头你了。关你不是那个经脉，对面是防我们眼杀的，扔了100个武魂。可以生宝宝，对面这不还有一个法相出手，两个法相秒对面。我们大唐应该是带走了。他们这两个引攻贼鸡巴烦，还有一个法效起来秒对面，出宝宝了吗？那个法系，那个法系的出个宝宝，长驱直入把那个五哥哥干了，好吧，长驱直入干五哥哥。长驱遇到桶了、哎、还有一回合，还有一回合，还有一回合的话你平戳了，好吧，你戳他戳他，我有个大手王砸到气血上限，他是必死，你戳他戳他，武装去套对面的法器吧，下面那个星星把他星星套了，地府消霜挂啊，把盾的五哥哥挂了啊，我大手王砸他血加不起来的，他百分百加不起来血，你大人最好强拉一下，免得出不了手，对面是引攻摸你。可以，他们一个法器都出不了手，应该有高手，我普陀开封印，我操，他死了，喂喂喂，可以，虐可以了，小爽点另外一个法器好吧，小爽把那个另外一个法器点了，大人这很少，我给你顶大金稳妥的，我给你顶大金，
小爽，那下面那个星星呢？把星星点了啊，武装套吧，随便套，套在那普陀就行了，把它普陀耗起来。又死一个，连着死两个，他们怎么办？套普陀结束，地府七个眼瞄起来。七眼七眼啊，套普陀。撤了，可以。这对我分他妈不是贼鸡巴高，我还这他妈就不相信了。君莫笑，好像是个辅战队。我操，一个大死亡者给他拍死了。28万，不敌。放心，他马上又会生龙活虎。首发总看好啊，首发，首发宝宝看好。我们今天打了很多 PK， 都很有质量，好吧，很有质量局的，是不是啊？飞机队上等等两法器，五段上纸人吧，好吧，上纸人，上纸人之后大量上个纸人，地府丢个地府七个眼吧，好吧，龙宫群，七眼龙宫群一把，五段上盾啊，我七个九番吧。对面两法器，我操，上灵动了，宝宝点自己吃小菜，小菜吃一波，不上灵动，这边秒开花了都。还好对面全虚弥，我日，还好还好，吸野兽吧，先把野兽吸起来，武装把塔上一个。浪费了这一波，对面，对面他妈也起盾了。地府丢放下吧，放下丢了啊。地府丢放下，大量气野兽，武装的话腰部力起，给对面丢个灵之术，抢个风息一术，来吧，你丢灵之术丢。幽灵之术，我给你起个流云诀。我抬塔了啊！你没愤怒吗？有啊。行，我给你拿流云诀，可能够了。宝宝砍一。
绿宝宝。好，够萝卜再萝了吧，要不先挪一波吧。大蛋七个塔，八塔七个，一会用破血反点杀了这个七塔。其他地府起毒，武装出罗汉，有罗汉出罗汉，没有罗汉套的套硫酸，把硫酸套了。地府起毒，起毒。灵芝树竖的回去了，下边应该还够灵芝树的话，给他按灵回去。把他封吸出强子，我们龙宫多少分都够金青不走一个。那你继续秒吧，好吧，继续秒。地府的笑了，他那笑把那个大堂笑了，把对面大堂笑掉，对面大堂破血了。OK， 你大堂把干将起着，好吧，土豆你把干将起了，起干将起干将架起来。苗苗，你够是吧？那你真秒，先秒，秒他们一号博快。大蓝，我们大蓝把干将起着，起干将。武装掉灵芝树，把他们灵芝了。封西书到手。瞧不中。可以，我们封西书到手吧。妈的，这把中了下把出了手而已。我靠，大双拍太糟了。对面笑笑没出手，五个纸人对面点不了。等等，对面旅游村，对面旅游村什么熊，两块纸不行。武装的封印的话是武装的封印两回合，不用管。强行干他大堂啊！不点，别点，他旅游村飘中飘过来飘中我们一个，我们就局了。别点，破血他大堂。你武装，给女儿通丢五回。我操，你快你要扫吧，地府丢摄魂快来。快，你扫了，地府丢摄魂，龙宫秒速就行。能死就死，对面没宝宝顶血，你扫的死就扫的死，扫不死垃圾不倒。龙宫是秒了吧，秒就行。啊，可以，还行。速度要是对面回去了，还补了个避光辉，我操了！对面根本不是个大行的问题，知道不？不是大行的问题，对面的核心点根本不是大行。把那个大堂干嘛了？你武装套盾的普通好吧？等等，套盾的法器吧，随便套个法器把他们流程抄了。OK， 龙宫这看我们把流程看了，帽子。OK， 把那帽子点了，大堂自己开封印，把盾的帽子点了，帽子。我不要来个清风望月吗？他自己开封印了，你套盾的法器就行了，他自己开封印很稳的。不是，他要封咱们法器呢？那就不倒吧。垃圾不倒，抗龙抗，他应该单封你的，相信我好吧，他单封你的，百分百单封你的。我操，这套旅游村就好了，他妈的，把他盾给他套掉。
哎呀，这边小死亡今天像吃了屎一样的，我操，一个不中，妈的，贼鸡巴伤这小死亡。你武装下边应该够罗了吧？这罗起，我操，爆一个，900-1600，第一下是法甲了，第二下抗死。等等，武装够个机子，武装不用够，武装这套灯的普陀，不让你们上灯，套普陀，把他普陀给他耗起来。小爽死对面就可以跑了，对面，小爽没中。武装套盾的普陀啊，套盾的普陀 ，if 的话，要不驱散吧，把盾的状态驱一驱，让盾的普陀忙起来，把盾的法系灵动给他驱了吧，驱起驱起。进普陀可以，他永远灯挂不下，刘春永远是残血，永远让他们在这挂着。这个驱上驱的水啊，下面的法系吗？上面法系灵动还在。虐。我们大人够破血不？土的够不够破血啊？满分度。破血点刘春，把刘春弄了。破血龙腾啊，破血龙腾把刘春弄掉，破血龙腾弄刘春，小死亡继续挂 ，OK， 小死亡继续挂啊，刘春，我下对面的法系了，放心。我罗汉了啊。你罗。破血龙腾，刘春弄死，那血灯挂不起来，必死无疑。啊，法系中了，强吃无能吃早了，兄弟啊！这小爽是越说越不中，妈的！大浪死了，我操了！你们拉宝宝好吧，拉须弥吧，好吧，拉须弥，用须弥压尸吧。对面刘松肯定强拉了都，果断强拉了。你龙宫能金是吧？那你金了吧，金掉。电还电不死，我操的一丝血挂着，你继续套盾的普陀好吧，努力套盾的普陀，套普的套普，地府的话起波眼好吧，把眼起一个抗下封印。地府的宝宝给武装顶大金，大金卡上啊！龙宫左波金青，我宝宝拉了，大龙草宝快点！进普陀，进普陀是关键，可以的，血灯挂不起来。你大汉拉的什么宝？续命吗？卡数啊！操！这是拉卡数有个机要用。我操！我宝宝飞了没拉起？我操了！逗逼了！我拉你，你再拉续命好吧？你再拉续命得了。OK， 我拉你，你再拉续命。龙宫拉个续命，拉个顺法续命，快拉拉拉！就他们拉顺法续命。地府宝继续顶血。武装的话套法系吧，法系套一个，快快！套对面的物理血行，对面的物理可能长去我们大汉的这个。地府毒，想啥？毒了毒。过来给人给大汉顶个大剑行，赌一口他妈大汉未必扛得住，顶个大剑绝对能扛得住。对面刘春一失血摸就死，哎呀我操，躲不出去。那个宝宝好像是高速，可以点灯的，对面秒死就行了，两只虚弥，再贴下星波，可以。一直虚弥吗？你龙宫秒了是吧？你没有灵动，我操，还中无魂，什么鬼玩意？这是还中无魂，我操！
啊，你出了赖须可以，一只都没有了。我操，对面他妈缓住了，这样对面确实缓住了。重新组织点杀吧，好吧，重新组织龙宫先秒着，好吧，先秒先秒。武装的话要不你干嘛的，这个武装你要不反套牛村吧，好吧，把牛村反套了吧，把牛村反套一把。地府骑个塔，把塔骑着，快点飘山峰一回合，我的大行地府的宝宝你也拉下大行，好吧，地府的宝宝拉下大行， OK， 拉了没，拉了扣个一块的，错博了，玛丽宝宝拉吧，武装直接错不了手，灵动一波了，长驱压死了，这比长驱好狠呐、啊！哎，这宝宝他妈怎么这么肥的？我操，拉人又拉不起来，这什么玩意？这是啊！有大是吧？有大你百分百被笑了，错宝，错宝，错宝，龙宫的宝宝拉人好吧？龙宫你宝宝把大行拉起来，大能错宝宝 ，OK。出宝宝，出宝宝，武装也出宝宝，宝宝输出来。龙宫宝宝大行拉起来出宝宝，乖乖，地府出宝宝，武装出宝宝，全部出宝宝。全场灵动，我操！我们大行秀逗了，他妈还上纸人，绿！我日你妈，一个不生！大行拉了什么神马吗？隐身。得治顶血，好吧，血顶着，武装给那个法系任务魂，地府起毒，给那个法系任务魂了、啊，任务魂，地府起毒，毒起来，宝宝全部给治顶顶小四海，你大行人也给对面上面的法系任务魂，好吧，任务魂扔，无魂无魂，这波我们一定要扛住，下波就可以打脸杀了，宝宝神几个，好不好？他妈连续飞了十几个宝宝，一个没神，连神两个宝宝就活了。双毒可以，来填两个，可以，一个，两个可以。对面大团有干将，我操！你龙宫够金不？先走波金青，还是没激活点？对面大团先压我们的。武装能金。武装能金是吧？啊，武装不能金。那龙宫要有一个秒过来就能接。你现在多少分毒？你现在多少分？你上一个毒。118应该可以，直接罗，直接罗，直接罗汉金钟，罗，直接罗汉金钟，大浪给自己顶个大金扛住这一波。龙宫不能接的话，龙宫你秒，秒起秒起，给大浪顶顶血吧，大浪血，大浪我顶一个，你自己顶一个，两个血人顶满，让对面这波输出好吧？让他输，让他输出。地府的话起个毒快，回血回血，这波血点不了。两点分毒够吗？够了，一二二了。嗯，确实够。你剩一个红毒，这个毒会掉，会涨很多分钟了。我灵动没起来，被笑，被飘中飘中。对面没人笑，对面这两个效率点应该是没人笑。没有，没人笑，没人笑，扔的是无魂。小死亡不中，好吧，不死亡不点是小死亡不中，对面牛顺点死两波了，小死亡不中。牛村对面小双死，对面找他们没了，对面找输了，我操，这波还中无魂，我操了，死不掉应该，还有波金青，我灵动被封了，大哥，我刚上的是灵动，灵动被封了，
我们现在是刀尖上过日子的，发现了没子？对面大能终于踩轮子了，你大能够很够破血不？够不够破血？够！没有干将，他妈的上把起干将就好了。上把舔了，是上把舔了，来吧，破血把刘顺泽弄了，好吧？破血抗龙，把刘顺泽抗掉，破血抗龙啊，干刘顺，快点！小爽直接挂啊！破血抗龙，刘顺死了哈。Go go go！ 对面刘顺不是满血。瓢虫们大汉没辙，除非瓢虫们法系。纸人，我操，还有这种骚操作啊！他妈对面是怎么想的？起了个纸人的，我操！你别跟我说法系还有个金签。死不了，这他妈的太难受了。对面刘顺不是满血，但是血量还是有点多的。对面全上纸人了，我日啊！对面，你是打伏战的兄弟啊？爆一个死了，2500，2500，操他妈的一丝血应该300，毒死好不好？我操了，七刀你毒死，你大浪自己再给自己，你大浪再给自己顶个大金好不？起个盾，把盾起一个，起盾起盾。地府手抓是不是没有用啊？没有用，你先起光辉吧。地府你起光辉，给人把光辉补起来，先补光辉吧，补，把光辉补一补，来吧来吧，不着急不着急，跟他们补光辉。手抓没用，算了吧这个，因为普的比你快，没有用的。那顶个波兰就行了。他刘顺这把毒不死，他自己给自己啃大金的关系。他头上有灯，有灯吗？有灯，金青。这波抗逢了，对面点我们了，我们武装肯定是，我不知道对面点武装，武装死不死，只要对面点大行无所谓，点武装不好整啊。刚刚给武装国光辉可以了，武装死不了就行了，要求不高。对面还没起塔了，我操，还抗龙也没了，我操了，阿峰伯伯又飞一个，大浪还给我破血不？零分路，长区应该是够的是吧？我们有只赖虚，点谁啊？大唐啊，还能点谁啊？长区龙腾摁大唐好吧？长区龙腾把大唐给他摁了，来吧。我被封了，还不是点不出去？反正我长区了啊。那你长区，你长区区，长区长区。长区小爽挂龙宫一个龙腾，我清风吗？你清风望月可以来一个，来吧，好吧，清风望月，清风望月铁定出手，来吧，清风望月清。你大唐这把上盾，我就不跟你玩了，我操了！这把他们不可能点你大唐的盾，大唐上盾不跟你玩了，我操！1500、1700，我们好像得死哦。关键是他妈小爽没中，我操！完了，我们武装死了。1900，他妈什么鬼啊？对面起过光辉吗？这个好像确实起过光辉。那法系给他补了光辉，我操，忘记了。这他妈是打了1900，瞄了死不700、800、700，法连没出，地府爪子手抓把他抓了，好吧，抓他抓他抓他，武装自己拉下来套对面刘顺 ，OK， 把对面刘顺反套了，龙宫继续群起来，群，大浪出好不好？宝宝拉出来，快点拉宝宝，我这宝宝站不住，再来个宝宝拉我，站不住，站得住，站得住，站得住，你不会神的，你要相信你不会神的。龙宫秒不出去，手抓对面的大浪死了，可以。我操，结算，我日你妈呀！
还抓了个金甲，这什么鸡巴鬼运气，我操。哎，我宝宝神应该能死，我操，要不死了个逼大哈。进女儿村可以，我们没有配速是吧，没有配速，宝宝没有配速，宝宝龙宫金是吧，龙宫金大唐的话你那这么地，地府弟子，地府人开大唐好不好，武装把他们大唐套了，武装把大唐套了，把他们大唐套了，大唐把他们大唐都扫掉封杀了，龙宫再出金金出，一个人很少足够了好吧，出出出，地府人顶大金了，人顶大金给龙宫 OK。这一波他妈的直接把他大唐封了，把他大唐封杀了，不是地府开大唐吗，是地府开大唐啊，没有小爽就是封杀他，哇操，完了，对面先打我们大唐，我们大唐出不了手，哇去你妈呀，这我飞干净了，一个不剩，撤了吧，打下场算了，这个撤了，真他妈的墨迹，对面大唐抗性太他妈高了，我破甲术没人，对面补了光辉，撤了吧，撤了吧，撤了，打最后场，打最后场，这对我拿不下来，哪个逼服务器了，这是钱塘江了，撤了好吧，撤撤撤，队友们撤，点点点点撤点撤，把大唐卖了，妈的，小爽中对面早鸡巴输了，小爽一个不中，我操，真是一个不中，唯一中了个小爽他妈没点死，放心，他马上又会生龙活虎，CC 好像改了个，就是金币不让互动了，也没有人压金币了，也没有礼金来刷礼物了。文哥今天晚上从七人中播到十人中了，一个水印没有啊，一个幸运礼物也没有，一个送一个收费的礼物都没有。这样下去，李文哥要饿死了。感谢小公司的汽车小公司，感谢他1500块钱早上发两千的一个一零。